欢迎收看 IUDV， 我是 IU。 首先我要恭喜我自己，因为我终于达到了10000订阅啦，终于见到5位数了，真的很开心。这个一年里面的努力，虽然那一年里面做的影片也没有很多，我还是觉得真的很开心很感动，因为有大家的支持， IU 才可以继续做到今天，谢谢。那这次为了庆祝10000个订阅， IU 也是一样会进行 Q&A，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问 IU 的，请你们在下面留言，也是跟上次一样写亲爱的 IU 之后写问题，那我才知道这是真的想要问我的东西。还有上次直播的时候，因为我的那个糖果还没吃掉嘛，就有人说可以拿来当奖品送给人，不过这个当奖品有人想要吗？这样子好了，想要这个奖品的人呢，你们先写亲爱的 IU， 写了你们的问题之后呢，就在后面写我要男的，或者是写我要女的，那这样子我才知道是不是要这个东西的。那如果是不想要的人呢，那你们就写亲爱的 IU， 写你们的问题就可以了，那我就会知道要怎样去抽签。现在还没决定要抽几个人，先看有多少个问题，那希望大家踊跃参加，有可能会是在直播那里抽，所以大家尽可能不要错过 IU 的直播时间，因为我发现到上次直播时间可能有点早，这次我想直播的时间调得比较迟一点，尽可能想让大家看得到我的直播，很期待可以跟大家进行现场交流。那接下来的这一年 IU 也会继续努力做自己的影片，如果要说接下来要有什么打算的话，我希望接下来一年里面我可以达到50000个订阅好吗？首先说个不好意思，50000就是多40000的订阅，我会努力的。那这个影片就先到这里，希望大家踊跃参加，还没订阅我的人请你快点订阅我，然后旁边有一个小铃的记得要按哦，这样子 IU 只要一上传影片或者是有直播的时候呢，你会马上知道，还有别忘了在这些地方追踪 IU 哦。好，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